位的团员每次练习。那因为鉴于舞台呢，所以他们今天只有十位啊，先到台上来为各位带来表演。他们都是热爱歌唱的朋友们，他们组成了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合唱团。那今天先为各位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，第一首《春风春雨》，第二首《东山飘雨西山晴》。我们请大家热烈掌声，欢迎东华合唱团。Thank you.
欢迎大家踊跃订阅八百温馨家族，并请点选小铃铛，选择全部哦。谢谢大家。